高压锅里炖的什么呀？咸鸭，那一份咸鸭把它烧掉。还有一份啊？嗯，最后一份。咸鱼还有吗？咸鱼好像也还有一份。嗯，赶紧给它烧了，天热了，马上不好吃了。嗯。第一次买这种小南瓜，青南瓜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要我帮忙洗菜吗？嗯。又没菜了，洗啥呀？一个在高压锅里，一个在这里，还洗呢。一个碗可以了。这个没有我帮忙。嗯，不用忙，休息吧。站一天是挺累的，腿好酸的，大腿好疼啊，站的，静脉曲张了。现在又有活干了是吧？反正呢，有点活干，想加班了没有？然后要带工的，现在又不带了。不带工了呀，接上来呀，就是说不会带工，但是也不会加班。就是这样，要死不活的拖着。那一口气又接上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儿，刚下班，老公在做饭。他说今天不用我洗菜，让我休息一会儿。站了一天了，好累呀，腿好疼。因为我们上班一直都是站着的，只有中午吃饭半个小时，然后下午10分钟的休息，其他时间都是站着的。感觉我的腿站的都已经有点静脉曲张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血丝，还有这个右腿也是，左腿也是，不是很拍得出来，全是这种血丝。上个班钱没赚到，现在夏天裙子都不敢穿了，因为这个腿全是那种血丝站的，都不好意思穿裙子。南瓜怎么样？南瓜还行，就咸鸭有点咸了，浸的时间短。你觉得可以？你口味重，多吃点饭。我尝尝。我这一块估计有点大，太大了。这鸭给我炖过的，不塞牙，要不然我都吃不动了。是有点咸，不过蛮香的。还有份咸鱼，赶紧吃，天热了也不好吃。嗯，反正就一份咸鱼了，别的没有了。嗯。鸭子哪有肥的？啊，是肥的，那个肥的那块不要吃。